你们先休息一下，带我们来拍。然后你先走大桥。好。对。等一下走过去就好了。对，走先走过去，还不对。好，我们带一下喽，你们整理一下，就先。那用什么心情走？就是有点我看一下，我再告诉你。OK， 好，新人的第一个场景，刚刚拍完觉得怎么样？就是新人就是要不怕吃苦，什么苦、什么沙啊、风吹沙，我们都是吞下去。沙子蛮难走的，但还好，因为我们是海洋音乐季长大的孩子，我们是不怕沙的。面对这边，其实你都不知道我里面是否已经聊到出息。Thank you.